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长周末。我现在呢，在一条非常美的街上面，这条街呢在 North Bowen， Elma Street。我们现在在看的呢是一个两房的 unit，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套。这套房子的话呢，它的特点和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。虽然说它是一个两房的 unit， 但是呢它是有一个独立的 private driveway 的，带大家到这边来看一下。非常典型的一个红砖房，因为 Elma 这条街和 Bowen 这一样，就属于是街景非常美的一条街，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就是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它的 private driveway， 大家可以看到吗？ private driveway 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在 title 上面的，但是呢只有这一家人可以停车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是属于一个很大的 bonus。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转过身来看一下啊，这套房子的话呢是在前面有一个很私密的一个花园，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个独立的车道。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unit， 它是 front unit，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里面的第一户。然后在前面因为是有一个花园，所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说直接对着路，所以这个房子的私密性呢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现在带大家走进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，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 unit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里呢就是它的入口，因为它是整个这条街的第一户，所以说没有和任何其他的房子连着，这就是我觉得 unit 的一个特点。这个是邻居。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一开三的房子，因为它是老的 unit， 所以它中间并不和任何其他房子相连。我们现在走进这个房子看一下。进来之后的话呢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入口。那么这套房子呢它是有中央制冷和制热的，中央制冷和制热全部都有。我们走进来之后的话呢，大家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客厅的区域。我最喜欢这个房子的一点呢，就是在它的这个客厅区域看出去之外啊，全部都是绿色，非常漂亮。我觉得很少有 unit 可以做到就是说私密性这么好，而且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全的窗景，然后窗景外面全部都是 green view 的。我们走到这边，这边是它的厨房区域和它的一个餐厅区域。餐厅区域一样啊，看出去之外呢就是这个房子外面的一个绿色。然后我们往这边走，是它的一个洗衣房。洗衣房呢可以通向它的后院。后院的话呢维护成本非常低，因为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草坪需要咱们去处理的。然后这边呢走出来就通往它的一个车库，看一下它的车库，是一个 single garage。 然后我们走过来再看一下这边，这个是它的厨房，刚才有看到过。然后它的冰箱的区域，走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有中央空调，制冷制热全部都有。然后这边是它的两个卧室，我们先看这个卧室吧。卧室的 size 呢还是蛮大的，前面还有一个三到四的公用房间，是阳光的浴室。
呢，就给大家介绍过我们所聊到的这套 Bowen North 的一个非常精致的房子了。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快来，一定要尽快啊，因为这个房子呢不是 auction， 是 private sale。 所以说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小伙伴，无论你是投资客还是自住房的客户，一定要尽快联系我。我们可以帮你，因为这个房子现在目前是没有人居住的，是空置的，所以说呢它的交割日期非常的灵活。然后同时呢，如果要是有小伙伴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也可以帮你 book 一个 private inspection， 就是一对一的参观，好吧。好啦，现在呢就祝大家长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再见啦。